好，可以。好，太荣幸了。那个其他同学没来，不管。你一直觉得你是贪狼心，我们来讲讲，看看有没有吻合的地方哦。终于要解开你的身世之谜。好，我也不敢保证能解开啊。那前几天也是帮一个同学查了两个小时，查了两个小时还是查不出来，有时候会就会有这种问题。那这个紫微斗数里面的星总是有讲吉啊凶啊，吉啊凶啊，我们区分一下，紫微吉，天机星吉，紫微逆去天机可以太阳，太阳好，武曲好，天同好，啊廉贞就是人家讲麻烦的星曜了，但是强调一下。并不是说命做廉贞的人他这个人就麻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可以这样说哈。他在断事情的时候廉贞是麻烦的，就说吉一定要凶嘛，这是我们二元二次元世界。好，这是紫微星去六颗，再来天府星，天府星吉的，天府顺行有太阴，太阴好，贪狼就现在讲太狼，而后巨门灵，在天象，象天梁，好七煞，空三字破局，这是一个最最最粗浅的一个方式。凶的五个，好的九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个。好，廉贞讲的是官司，贪狼讲的是桃花，巨门讲是非。七煞讲凶恶灾厄，破军讲破耗，破耗是花钱，花钱的意思。紫微讲高贵的，好，或者是有官运增加的意思。那天机讲的是善良，好，动脑的意思。太阳讲的是名声地位，或是主贵。武曲哦，主钱。天同快乐福荫，天府有房，好。名声地位也是有，啊，有钱有房，平稳，可以解厄。太阴主清白，也是主房，或者是财。啊，天象它是调理，也是有名声。天梁主解厄，解厄的是这两个，就是有福运解厄，一般是这样讲。但真正能解厄的哦，我觉得天府比较强，天象比较强，紫微要化科才会好。能解厄的是这些，啊，这凶星，凶星如果不化忌的时候，或者自化忌，你不能说他就会很糟糕，也不能说哦命宫是巨门的人，这小人，不能这样讲，啊，七煞的不好，很霸道，也不是破军的人，也一样，不是，也不能说他流氓的霸道，不能这样断，他要很多的煞星，就是小的煞星。加进去，它又才有可能会有问题。煞星复习一下，火星、铃星，啊，陀螺，啊，擎羊，这种东西加进去才好。那说地空地劫会吗？不会哦。其实我没有看过。地空地劫的人哦，他怎么样做了没有？他叫损财，主要是这四颗星加上去的时候，他会有问题。但有可能是这个人多波折，命运多波折，或者讲话很直，哦，或者是他变成第三只手，就是天机加了什么擎羊啊，或铃星、火星之类，他可能会摸东西出来，摸东西。但是论命是因时因地制宜，你不能说啊看到。天机就加火星，那，啊，你这是第三只手，你不能这样做。在台湾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，我们是比较有文化的国家。可是，在比较落后偏乡的地方，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命盘，那真的要善缘一点，因为他们被文化的关系，没有很好的生活条件，他就可能会走向那个路。所以，每个国家的文化会造就这一方百姓好偏向好一点或坏一点。所以在台湾，我们看到天机加火星，我们刚小时候可能有这种习惯，
等长大以后不会了，不怕习症了就好了，就没事了、哦、好，那这个贪狼心哦，它有说好，也有说坏，有吉有凶，好，主吉也主凶，它人生运程变化大。但其实我实际上看到，我一直在猜想，你早年说贪狼很多桃花，桃花，桃花，可是说真的，我没有见过几个贪狼桃花很多，都输天机星的。啊，我们讲的桃花是这样子的哦，定一下，男女的桃花，性方面的桃花，当然我们说性关系杂乱是不好的，可是如果说是人际关系，人际关系哦，这种桃花它是好的、啊、人际关系良好啊，它有社交手腕的，这是好的，这是贪狼星它的特性，我们应该用社交来定义它的桃花，社交。如果你说男女之间桃花，我认为还是要看四化，那也会讲到跟夫妻宫或者是子女宫等等，他有没有之间的四化飞星进来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桃花。比如说你按着子女宫啊，你本命子女宫啊，本命在这边1、2、3，这边是他的子女啊，女子女宫啊，你按这边，这边会变成绿色、蓝色、紫色、红色，有人来追你啊，你有很多桃花。那你比如说你的子女宫这边又画权，那你性欲很强，或是你画禄啊，次数很多，我们才能论断这个人，他可能是因为生理需求很多，性欲很强，或者是说你贪狼要引动他，变得是比较，你说色一点也好，或者是女人缘很多也好，可以，可以，你加右臂，就谁的那个，谁的父亲还是什么六亲就加了右臂，哎，这就引动了，这个桃花星就引动了，你就很容易去论出那个人，哦，你是桃花很多，女人缘很多。真的几乎90%多的都是如此，很少没有发生的，很少。所以贪狼哦，在人的位置，人的位置，命、凶、父、夫、子、奴这种位置，他如果加了桃花的星耀，例如我要引动它，我要点一把火，那些元素是什么？右臂。但是我要辨别那个人是男生的，因为右臂主女性贵人，女贵人，女的就是这个，啊，女的贵人，帮着帮着会帮到其他地方去，这是常见的，啊，所以说，假设你命宫贪狼，加右臂，好，可能会有这种情况，自己女生就贴进来，因为以我论命生涯听到的故事，大多都是这样子，帮着帮着帮到其他地方去，啊，在父母宫贪狼，爸爸就是很多外援。基本上我相信这影片播出来的时候，网友很多会可能会呼应，可能这种事大比例的会。那我还是跟你讲，命没有所有的绝对，只是这个比例相当之高，我可以说相当之高，我看到都是右臂星在作祟。好，那如果说这个贪狼是兄弟宫妈妈，假设是兄弟宫妈妈，他加左辅可不可以？啊，这个左辅是男贵人，男的，男。啊，对，妈妈有很多的这个外援哦。可是这种情况在台湾，我真的觉得蛮少见的。我还是要看四化，就是兄弟宫跟他兄跟兄之子或兄之夫之间的四化，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外缘。光是这样，我们要论断。可是如果贪狼加右臂，我可能说那很容易犯罪。好，所以我不会以啊兄弟宫贪狼加了一左辅，代表说他桃花很多会怎么样？这不一定。
那如果兄弟宫是贪狼加上右臂，就是妈妈加右臂，因为我也不能说她很色，不会，我会说你妈妈很漂亮，因为右臂我之前讲过是水当当水灵灵的，高比例都是漂亮的人，所以在你六星宫位的时候，你内宫的人会变得漂亮，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哦。好，再来，还有其他的桃花星，比如天姚，天姚是什么？生理需求星，我因为啊。风骚，风骚，有听过哈、哦，有看过哈、哦，风骚，可是，在台湾这种社会也比较少人直接显现他的风骚，会是这样子。但是这个东西哈、哦，我们附带一提，它在什么宫位会显示你的那个需求量比较大啊？在命，在极恶，在。福德，好，其实我觉得福德往后排哦，在财帛可能会，那在福德，在迁移，一二三四五，照顺序，命最大，极恶，极恶是身体，更正一下，我觉得有一宫最重要，第三，子女。生理需求，所以这二跟三其实它的排列 我没办法做准谁比较强，这两个都强，因为那都是身体，它都身体，搞不好子是排在第二的、哦、再来第四，好，可能是财帛，财帛代表这个人，财帛也代表这个人，甚至这个人就是他做的那一行跟这个有关系，有可能，那天涯也有毒品的意思，那你看，如果说这个人他是比较做地下室的一些生意混的，那可能会有跟毒品有关系，天姚在财帛。那如果不是，他可能会去赛鸽，因为天姚是鸽子，有一定比例的人哦，他会去做赛鸽的事情来赚钱，在财帛，在财帛。好，再来福德。我觉得福德摆财帛前面，四福德，第五财帛，一二三四五，命吉子福财，好，差不多。迁移还有啊，迁移对对对对，有专心的哈，迁移会，迁移也是这个人，然后论那个煞星那种。比如说迁移宫有火星的，那个人还是脾气急；迁移宫有秦阳的，他讲还是直啊，还是沾到啊。但迁移算谁的？还是算他的？命迁一线，他意思是说，你个性要参看迁移宫、命宫的意思。好，所以这几宫这样排列下来，如果有天阳的时候，他生理需求是相对大的。但不代表说他会找老公以外或老婆以外的人哦，不是哦，还是要看子女宫跟夫妻宫的四化哦，才知道他会找另一半以外的人哦。有这个关系，再配合这个哦，那很容易就会出去，生理需求太大。哎，那子女宫有权有禄也会啊，很容易对不对？哎，是比较容易。如果在夫妻宫的是什么意思？贪狼加右臂。贪狼加右臂在夫妻哦。那你如果那是女生，你老婆很漂亮，在右臂是女生嘛，那你老婆是贪狼，那你是天府座命的才会这样。你等一下啊、哦、天府顺行有太阴贪狼后巨本天象天象星其他功能过去，好，对不起，是天象星的人他就喜欢找贪狼的老婆，天象星的人他夫妻宫天贪狼，所以这个如果是男生，男，他老婆这样要贪狼加右臂没关系，但是我会判断他老婆是很漂亮，他还找很漂亮的老婆，那这样不会不好？他老婆不会怎么样？不会怎么样？他自己会怎么样？为什么？这时候大家都会认为说。左辅、哦、一定有一种说法，左辅右臂
在夫妻宫代表第三者，这到底是真还是假？后来据我们说，我们应该把它讲精确一点，要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。你如果是女生，先生贪狼加右臂，当然先生就会很容易会爬那道墙。可是你是男生，就是女生，谁爬那道墙？你的感情还有人帮忙，还有另一个女生在帮忙，这个人他可能会爬那道墙。但是我还是跟你讲，要看四化，夫妻宫跟子女宫的四化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他就已经有这种先天之条件，再有后天之运程的时候，他就可能会容易爬那道墙，因为一直送来一些女性的贵人来帮忙。因为这种贵人心哦，男女贵人心在帮忙你的夫妻宫的时候，这是夫妻宫在帮忙。我帮忙你老公，我帮忙你老婆，帮着帮着帮什么？这个关系太亲密会有问题，是这样。但这不是绝对，要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。我说了，你是女生，你另一半男生才会有这样的事情。你是男生，另一半女生，不是女生出轨，通常不是这样子，是自己，自己还有另一个测试，有可能会这样子。好，有回答你问题吧？因为我上网查，都是说比较另一半最好，另一半会有第三者，对，都这样查到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上网查是这样子。但是我实际论命的经验是，你要看真的要男生还是女生，这真的不一定。我有见过说，礼拜三的学生他是贪狼加廉贞坐命，女生哦，那先生他是这个坐命，他夫妻宫天府加右臂，没有，还没有，因为天府基本上还比较不作怪，他一个保守的，那外缘可能好，但是他没有作怪，我们不能这样就论断绝对，再配合四化。那就可能接近于绝对了。好，所以贪狼到底色不色？我不认为他会色，我真的，他是欲望之心没有错，欲望之心。为什么在看我？是欲望之心，但是不代表他是色啊，他可以很多种欲望啊，他有想要生存的欲望，想要过更好生活的欲望。想要更好的物质欲望，这不是个错事啊，不能说这是错的，没有不好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就论断他是错的。所以 我每次之前在早期的论命的时候，问贪狼星就会说啊，你色吗？我很想问他你色吗，但是我要转个话说，哎，你没有桃花吗？其实实际上我是不想问你说你究竟色不色，你告诉我一下好不好，我要做个调查，是这么讲的。花季也是吗？那他发现没桃花，不代表没需求。哦，哪个男人都有需求，那个有很多的，对，年轻的人都有需求，对。但是，好，哪个男人不会上网爬文的，对吧？会上网找一些什么？这个不能就是说啊，贪狼个专干的事，不是这样子的。真的，我看那个桃花连号很多的，真的是天机星为主，天机巨门啊。等等啊，或天机单做的也有可能会这样子啊，很多是真正桃花星，人家不是贪狼他天机，他是大家的好朋友，很帮人家，很重朋友，为什么桃花那么多会造桃花？就是他的四化关系很容易排到零号，夫妻宫子女宫这样飞进来，就桃花就自己上门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我认为贪狼不能用色，不会，当然不色。好，如果贪狼化禄代表多情，那会，可是也有其他星要化禄也会多情啊。廉贞星如果化禄了，那也可能多情啊。巨门化禄会多情，它化多。好，破军化禄会不会多情？也不一定，也还好。重点是吧？但是我会加成，我可以加个20%嘛，好不好？这个可能会，哦，看到化禄。我也加20%，这有可能，20%、30%差不多，
再加个右臂，我再加个十八，再加个四化，那就中了，一定有，哎，难没有，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证明哦，就是书上写的不一定是真的事实，我觉得还好，至少在台湾不是这样。哪一天如果去其他国家，我再观察，我再去修正。在台湾，我没有看到一定是这样的情况，他就很好色，没有。好，他的属性是癸水，然后又是甲木，所以他在早年的时候可能会没有定性，在理论上属水比较多变化，然后等到中年、青少年成长，然后中年的时候变甲木，成长茁壮而有所成就，这个其参考，实际上还是要看他的运程，他的心性可能会是这样子，还是要看他运程哦，历练的事情。所以第一大桃花星的意思在于人际关系，解释这个第二点。通常说，如果这个绝对关系，这个是贪狼的绝对关系哦。你如果本身是贪狼星，我们刚刚解释过，假设你命做太阴，爸爸是贪狼，这代表外交手腕好，他有点倔强，倔。跟连贞是狂啊，贪狼有点倔强，但是社交手腕其实是很好的。可是爸爸如果加右臂呢？大家都会问，啊你妈有没有发疯？你就问妈妈就知道了，爸爸外面有没有？因为你是做太阴，妈妈天府，爸爸贪狼加右臂，就问他，他妈妈是不是天府会管东管西啊，管家婆啊？好，他做太阴他会这样子，假设。他做天府星，福德是贪狼，福德是贪狼，代表天府星他其实是有蛮多的欲望的，他想买的东西很多，想享受的东西可能比较多哦。可是福德加右臂的时候也不至于会这样，但是基本上还是喜欢女人的，因为右臂是属于女性，他还是想女人的事情，天府星会这样。好，那如果你是做巨门做命的，你的兄弟宫是贪狼，我说了，你妈妈加右臂不能说就会怎样，加左辅我都不敢说会怎样，我会看四化，在台湾至少是这样子，巨门好。那你做天象，夫妻宫贪狼，刚说了，比较有欲望的还是男命这个人，不是女命他去外面找，不是女命加右臂他就去外面找，没有，女怎么搞，没办法吧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哦，因为天象星它专找夫妻宫是美艳的，它比较艳丽、比较漂亮的。反正天象作命的男生找的另一半基本上都不差，一定是蛮漂亮的。就像贪狼作命的男生找的另一半天府一定有气质，有气质。那种另一半天府基本上都比较不会作怪。我很少听过。夫妻宫天府会作怪的真的很少。好，那如果是天良星，子女宫一定是贪狼，那贪狼放子女宫的时候到底会不会有这种现象，我发现真的还好，只不过在生涯期间见过蛮多天良星，因为子女宫一定是贪狼，他假设化权、哦、我会说你这欲望的确是蛮大的，外面找化禄也有可能会这样，因为次数多，化忌也会啊，贪狼不化科，只有化禄、化权、化忌是一定要执着要嘛，贪这个化权我一定要，对方不承认最后都会承认，基本上是这样子，好，所以斗在子女宫会，斗在子女宫，贪狼斗在子女宫会这样子。好，那七煞星的人，他的财帛一定是贪狼，这跟他生理需求没有关系，跟性没有关系，那是他的财帛宫贪狼的时候，他做的行业很广。我基本上要猜七煞星的那个职业，真的是蛮有点难度的，除非我俯瞰八字，不然我很难猜出来。你到底做什么？会做什么？有利可图的，有欲望的，钱多的，
能赚钱的他都干，那个跟感情没有关系啊。好，最后破军星他的官禄一定是贪狼，那他的财帛一定七煞，所以破军星我也很难猜他的职业，他能干的事很多。官禄有贪狼，代表他有上升想要的欲望，所以用欲望来看，他不会想要，他不会想要欲望之心，他不会想要只有这样而已，他想突破，不惜归零重来也没关系。七煞也敢啊，他事业在破军呢、啊，他归零重来也没有关系啊，破耗啊，只要有利可图，我打掉重来没关系。破军星也一样啊，事业有欲望啊，他自己本身就会破耗啊。财帛七煞，财帛七煞啊，其实是有竞争之财意思，含技术性的高技术的意思。好，七煞是这样子，所以贪婪不色，我不认为他很色。好，那每颗星很多，应该很多星都会有某宫之主，可是贪狼他没有哪一宫的主人，比如说父母宫啊、兄弟宫啊、子女宫啊，没有，他没有，他没写这个东西，所以你只能说自己判断，他放在人的位置会怎么样，放在事的位置会怎么样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刚刚讲到爸爸。讲到夫妻了，讲到子女，剩下奴仆。如果你的奴仆宫是贪狼，你命会坐在这边，这对宫的左手边是奴仆宫，代表你那些朋友可能爱喝酒啊，花天酒地的现象会比较明显，三教九流也比较多一点点，欲望也比较多一点点。啊，假设你的奴仆宫是贪狼加右臂，哎，你的朋友有些就喜欢。找女人，这是有可能的，会是这样的情况啊。好，在奴仆宫会这样子，所以这在人的位置啊。再来看看四的位置，盘点一下。四的位置，福德、天灾、官禄。财帛、吉厄、迁移、福德宫贪狼，谁的专利呢？就是天府星的专利，欲望很多样。我每个天府都要问说，他到底会不会买名牌？当然不是每一个天府都一定买名牌。那他会不会想要买的东西蛮多样的，高跟鞋或什么之类？会不会有？女命贪狼都很容易戴大耳环哦，他们走的风格哦，我自己个人认为啦，西班牙风啊，西班牙风就比较美艳，比较美艳，因为看过几个就是贪狼就戴大耳环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跟姬月同两个人打扮是不一样的。然后今天还有网友就留言跟我说啊，我他就喜欢买高跟鞋，真的他是贪狼型女生啊。要享受，要买那个买那个，就要买漂亮的东西，反正穿起来就这样很漂亮，人家看很漂亮的，是贪狼女性的关系。但是天府基本上它是一个端庄的星曜，保守的星曜，只是他的兴趣藏了很多样的，很多很广泛的兴趣。虽然贪狼也有武术的现象，我没有办法判定那个人一定是朝向武术还是物质欲望。如果有一些小的星曜，例如华盖星，华盖，什么是武术？武术不是这种武术，咏春拳的武术是三一命普相三川地理。那也有人说是炼丹，道家术，医行医中医命，我们现在就学的是命，以命盘有出生年月日的算命，卜卦不用出生时辰，相面相相术，也有人是看风水的，就列归于那边，所以这类东西，所以天府星的福德宫有贪狼，他有一定喜欢武术的意思，所以贪狼在福德跟这有关系，
要么就是物质欲望，就是以前拍一个片叫什么，上次有朋友问我说什么意思，我说你家是不是有人在小赌怡情大赌怡情，有好。那贪狼呢，难道在家种树吗？因为代表甲木啊。没有啦，没有多树可以种嘛，对不对？他如果有禄权科技有四化的时候，有显象，可能你家附近可能有树啊，有庙宇啊，有这种东西啊。好，但是到底会不会你家里有人喝酒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可是喝酒的确跟贪狼有关系，在天台宫喝酒，你要会显象跟化禄。在福德宫的时候，他真的很喜欢酒，喝酒，贪狼是这样子。贪狼代表酒，天同代表什么？有人说是酒，我说茶应该比较像嘛，明茶，茶人就是他的福德宫是天同，喜欢喝茶，明茶的现象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啊，这真的，这真的。太阳，太阳户外运动，阳光的运动，会喜欢男人，沙滩运动，哦，阳光的。那福德宫太阴是什么？夜生活的，或者是晚睡的，喜欢女生，喜欢女生，对嘛？喜欢女生，哎。对，就是这样解释。好，所以那你的居住环境天然贪狼的时候，它比较是吵杂性的，像我刚刚讲廉贞贪狼七煞破军杀破狼，都是可能住菜市场旁边啊，比较吵杂的啊，或者红灯绿酒的，家里旁边是比较吵杂的地方，不是安静的地方。安静的是像天象这种啊，太阴这种啊，天府这种啊，相对比较安静。天际有说是大马路旁边的，在田宅会这样子。好，再来，在官路，就刚刚讲谁的专利？破军星的专利，官路啊，欲望高啊，欲望很多。哎，不是说他不会管理哦，也不是哦。很多破军星是很好动的，非常好动的，大部分不是绝对，破军星是好动的，好，会跑，会对朋友很好，然后跑来跑去，很多破军是这样子。那官禄是贪狼，他也可以管理，有很多破军星也是当主管啊，但是毕竟贪狼他不是官禄主，所以我们不主说他喜欢当官，我们不会这样讲，除非他贪狼星很强，而且化权，化权，他不化科，只有化权，或化忌，忌啊，或权啊。好，那事业会很执着吗？贪狼忌，事业很执着吗？贪狼权，掌握权力，破军星，他一样就会当主管或是创业，创业现象就很明显。好，在财帛宫。假设大家说啊，老师，我们偏财偏财，这个右臂先擦掉，以免误导。七煞的财帛金贪狼，它化禄才有偏财，以化禄为主，所以有偏财的几颗星哦，有化禄才会贪狼，化禄会偏财，破军化禄算偏财。武曲化禄可偏财，其他还好。好，廉贞化禄也是偏财，那个买乐透赌赌看，廉贞化禄也是偏财啊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，这四颗，这四颗比较属于偏财的，所以你要看你流年如果有贪狼化禄啊，或者是破军化禄的时候，财帛。那你在这一年的时候可以买乐透，中奖几率真的是比较高，是这样。我本人哈比较没这个习惯，都是听那个实验的来跟我讲，啊，其他学者都实验跟我讲。好，贪狼在极恶宫，极恶代表内心的欲望，那是谁的专利？这个主星不知道谁，不一定。极恶宫贪狼，那我刚说了，这贪狼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内心多欲望，欲望不一定是生理的欲望，
或者是我瞎了天眼。好，引动这个贪狼星感产生质变，生理欲望就很高了，在极恶宫，在极恶宫。哎，所以你在挑另一半的时候，如果他命宫有天姚，你要不要？既有你一定很喜欢。他子女宫天姚好不好？哦、太棒了，结合宫天姚也不错。会不会这样子？年轻的专一就好，专一就好。哎，他不一定不专一哦，但是你要承担得起。我先讲，保证你要承担得起，因为他爸会埋怨，因为他的那个生理需求先天就这样，他也没办法这样。但你 你没有去满足他，他埋怨会这样子。现在命官、命宫啊、极恶宫啊、子女宫啊，都会有这种嘛，命宫、极恶宫、子女宫、福德宫、财帛宫。哦，为什么福德宫算？因为他是。性欲望的就思想而产生欲望，它是精神上面性质，有没有性质看福德宫，有没有能力看子女宫。福德宫很好不代表能力，子女宫很好不代表性质，但是早年的时候比较有性质，因为身体会影响心理，心理会影响神体。好，老年的时候啊，即便福德化权，哇，还是很想很想很想，结果没有能力。很多岁是这样子哦，福德是想法的问题而已哦。好，再过来财帛还跟迁移宫，好，所以你可以挑啊，天姚啊这种啊，刚刚还没讲完哦，还有一些桃花星哦，咸池，听起来就有点怪怪的名词对，咸池，这颗星每个人都有，看摆在哪里而已哦。我觉得天姚星比较强，怪才是咸池。咸池它是那个传说孙悟空去大闹天庭的时候踩翻桃嘛，他就跳到那个玉皇大帝的那个什么后嫔妃那边洗澡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叫咸池，咸池哦，就偷看他们洗澡，咸池这颗星就代表他其实有性欲望的意思哦，鸳鸯浴啊，什么性欲望啊，咸池是这样。那比其他的比较比起来就还好。比起来好，天姚比较厉害，天姚真的是还蛮厉害的，好，蛮厉害的。好，那其他哈、哦，我们说它不一定是生理需求，但是有桃花现象，红鸾，红鸾，天喜，这个红鸾跟天喜，它一定在对宫位置。可是你命宫红鸾，你叫做这出轨吗？不能这样讲。他外缘真的蛮好的，他人缘蛮好的，天蝎一样啊，人见人爱啊。红鸾比天蝎更厉害啦，你不能用这个星来代表他出轨，这外缘好而已。好、哦，但是他也算桃花星哦，这生理桃花，这是外交手腕的桃花，这样子。好，再来，贪狼在迁移宫，贪狼在迁移宫其实是有一个。紫薇啊、哦，紫薇作命哦，这颗星妖在这一宫的时候，贪狼会在这里，紫贪紫贪，紫贪哦，一二三，它同宫在这边，所以之前在讲紫微星的时候，常说到说，啊，紫贪的人哦，都会跟我讲故事，男生哦，我不说女生，男生。会讲什么故事啊？也有那种男男的跟我说，我会没有桃花，我不好意思怎么回答他了。男男说这个紫微斗数上会有桃花还是有桃花啦，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，但我发现就是同性之间他感情都是比较难招的，他即便有飞进来，但是还是比较坎坷，不一定保得住。好，那如果说他正常现象的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刚刚讲的那个事情就是，他有天他说他其实，我说你这要小心得病，因为我看那个很容易会有问题，所以说贪狼代表性器官嘛，哈、哦，他说已经生过病，我心里想啊，糟糕，好害怕，对，我说好好治啦，那你要小心在那个，不要太过度了，
他说他屁股很痛什么之类的，然后那个但是一样的，反正他们还是会有这个欲望，因为他是贪狼座命，子贪，紫微贪狼，他也会引动这个人的欲望。那我不能说每一个人，但我的确听到很高的比例子贪的人，比如有老板说，我的心是很忠诚的，但是我身体永远没有办法忠诚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懂意思哦？子贪座命的老板是这样子，欲望很多，哎，大老板哦，赚很多钱哦。身体不好，儿子换肝给他，换肝，肝有一个还是两个吗？一个，一个哦，那切一点给他吗？还是什么？嗯，哦，是这样，可以再生，啊，可以再生，好，对对对，他是这样，所以他刚刚保养肝，哦，因为他都做那种夜间的生意，开的店就是夜间的店，好，所以坏掉了，那加上一些很奇妙的行为。他个人的私下行为，所以就会造成这个问题，所以要保养的问题啊。好，迁移宫哦，紫微的人在外有贪狼，在书上的论点是说，紫微的作命在五宫，心里都在想那种事，说不一定吧，也不见得，紫微星的不见得会这样子哦。紫贪的人倒比例高一点，那或许是我还没有问出来，紫微星在五宫或紫这一宫的，反正当然在对宫嘛，容易会想那种事，不绝对，不一定。但是他因为命迁一线，他还是有紫微加贪狼的性格，还是有欲望比较多，这个最强，同座最强，在外不一定。可是在外会觉得社交手腕还蛮好的现象，因为紫微星本来是皇帝星嘛，那坐在这种子午宫的时候，他外交手腕其实是蛮好的，社交能力，他有贪狼的性格存在，好，在迁移宫会这样子。那比如说迁移宫可以代表说出外喜欢去哪个国家，我至今一直很想说去证明贪狼到底跟西班牙有没有关系，现在还没办法验证，因为西班牙是比较对台湾来说比较冷门的国家，比较少过去的国家，不一定，这不一定。好，所以这贪狼星的绝对位置，然后化禄、化权、化忌，好，主干或性器官等等之类的。好，上半节先这样子，等一下我们讲那个双星跟带资料。好，好，先。第一场到这边。好，谢谢啊！贪狼星，贪狼星。好，所以我证明到贪狼星不是真的色哦，没有，那外缘是很好的，很倔强的，它是有欲望，它不是代表生理的欲望，要加了那些星才会引动。换言之，其他星加了那些天姚啊，什么咸池，人也会引动，比较好色。好。那我们是讲198页哦，我看哦，因为贪狼它资料还蛮多的，所以我才下半节会比较长一点点，上半节先结束哦。是，那个男生如果是贪狼作命的话，上半身在家里，下半身在外面。不一定呢、啊，他不一定每个都这样。没有，如果有做到天姚或那个二高，哦，对对对 对，就下半身在外面，哎，对对对对，那会命带天姚又贪狼。还有右臂，如果又化禄的话，哇，哦，那就很多了，处处留情，这就会处处留情。好，想看我天姚在福德星，对，你天来福德，对啊，有化禄吗？有右臂吗？有天姚吗？他没化，你说福德吗？对，没有，没有，哦，那还好一点。那你吉二宫有没有天姚啊？吉二宫有红鸾跟咸池，哎，有红鸾啊，咸池，咸池，咸池跟红鸾是有的。我相信还是有一点的，还是好，花心，好，花季，看到花季，来，贪狼的星名贪狼哦，斗分北斗一，它的位置在这边，阴阳五星，阳木为表哦，阴水为里哦，它其实意思说，这个贪狼星在小时候比较飘荡，它属水，内在骨头里面有那个欲望，水的欲望。啊，表面呢其实不动声色的，有这样的现象。在长干属以甲木跟癸水为主，好，所以晚年主
甲木，就中少年之后主甲木，早年主癸水，有这样的说法。好，那化气为桃花，其实在古中也是有桃花的意思，可是真的很多网友跟我讲他没有桃花，他贪狼，他没有桃花。对，没有错，要四化，有夫妻宫或子女宫飞过来才会有这种桃花哦。好，化桃花之外还有煞桃花，那个字我写错，桃花的花哦，笔要改正一下。好，化煞，它有时候会主祸的意思，主各式的欲望，但是也有祸福啊。祸我们看见比较多哦。好，四化，好，颜色是指绿色，白都讲青红，但是我们看到绿色比较为主哦。四化它没有化科，禄化物化禄，己化权，癸化忌，这都是公式，它是需要引动去看一些事件的公式哦。那它代表人物哦，传说它就是妲己啊，所以从古时候用了这个故事之后，我们就会把贪狼讲得很色、很糟糕，它是魅惑人心的妲己哦。这个如果有女命，它刚好又沾了一些桃花事，你就说啊，这个就是妖精呐、啊，是妲己啊、妲己命的人啊。其实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贪狼的专利，不一定。好，那反正故事里面是以妲己为人物。好，那我这边有注解哦，有武术员，所以他可能会学一些三一命谱相的东西，风水啊、地理等等之类。但是贪狼的人学东西多学很多，但不一定专精，基本上都这样。贪狼什么都想学，什么都会一点，脑筋也动得很快，尤其贪狼化禄的脑筋动得更快。好，道家修行功夫啊，也代表性、桃花、色、欲望、物质，很两极，所以。贪狼的人如果早年都经历人生的红尘俗世啊，红灯绿酒欲望之后，会发现这一切都是一场空，然后就会想说我还是修行好了，所以贪狼才会有武术缘。那早年他不一定会这样想哦，除非哦这个贪狼星再加地空，贪狼加地空，他早年就会觉得人生有四大皆空之感，可能跟武术有缘。好，这贪狼星呢，我们再加一些不好的东西，看看哦会变怎么样。贪狼如果加天行，贪狼加擎羊，羊刃 APP 显示为擎羊，贪狼加陀螺，如果你想要搞桃花，你有右臂，好，有天姚，好，你搞桃花，可是你旁边有天行、羊刃或是陀螺这种东西的时候，你会被关进去，因色犯性，你命里面就没有。有人搞了一辈子桃花没事，贪狼加天行加羊刃加陀螺，只要一个。就很容易进去，音色犯险，你有吗？陀螺啊，贪狼加陀螺，恭喜那就不能乱搞，你乱搞进去，不会乱搞，这音色犯险哦，音色关起来，没有。色容易犯，好，就是你请说，这个学生说进去了啊，进去哪里？被关起来了，对啦，因为他没乱改，去绿岛乱搞，就要被进去哪？乱搞啊，真的全都进去，哎，进去监狱了。所以，我们也很奇妙，这个组合就像冰果一样，到底会引动？我们曾经见过一个很奇妙的案例。是这样子啊，我们会不会容易被仙人跳？这个仙人跳也是有可能，但是它有其他公司引动。仙人跳跟仙人跳，关进去会不会关进去？你能仙人跳代表赔钱，你不会进去，这是其实另一项公司。好，这不无可能。好，我们最后考题，因为我见过一个这个命盘，很奇妙。父母宫是贪狼。好，那父母宫贪狼哦，
他有加右臂哦，有右臂哦。好，那那个人是什么？太阴星的，他太阴星，他父母宫是贪狼，有加右臂会犯罪吗？就是爸爸会犯罪吗？很容易犯罪嘛，好。再加一个，加天姚。我印象中是这样的，加天姚。好，会不会犯罪？会，更会犯罪了。好，好，再加个天喜，会不会进去？会，会哈，好，会哈，好。我们再加个东西，再加地空。会不会进去？进去一下没钱。不会进去。我曾经论过一个这个不入得正，所以才说贪狼加地空反而喜正。可是这个桃花星太强了，我就问那个人：你爸爸是一生搞桃花，但是都没犯过法，对不对？他说对，从来没事。我妈都发疯了，加地空这么好用啊？加地空这么好用、啊？不是地空，哇，那好豪华，妈都快发疯了，就是那已婚的也来，未婚的也来，可是就没事。人算真好。哎，不是视频教大家说啊，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搞桃花，哇，那没有事，不是，我们在主张这个事情哦，这是我们的猜测，应该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那没有事情。反映在那个人命盘身上，他爸爸是有这些东西的，好，这很奇妙。加地空，所以理论上，对书上都会说，贪狼加地空反推习正，很没有事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假设没有这东西，你有贪狼加天行好了，你有加地空，哎，没事。是劫空吗？劫空也可以，就劫地劫跟地空啊。但是地劫一样啊、哦，不一样啊、哦，不一样，要空，空哦，空哦，还有一个叫天空啊，哦，天空也有它的威力啊，也可以啊，哦，是这样子啊、哦，所以一颗星一颗星要把它弄清楚，哦，要把它辨识清楚，空星哈、哦，天空也可以，天空也有，所以他们就会比较。可是他也没有习正啊，一般是说贪狼加地空，他就会不会搞这些东西会习正，不是啊，他还是搞啦，可是没事。可能他没有，他有贪狼加右臂加地空，他会怎么样？贪狼加右臂加地空啊、哦，我还是断他会搞桃花，我还是认为他会有搞桃花现象，可是他就比较没事，他可能会适可而止，我会认为是适可而止，会变成这样子。好，妲己哦，为纣王诸侯叔父的女儿，相传为九天玄女派下来狐狸精所附身，用以蛊惑纣王，为纣王所宠。她本性贪婪，为满足私欲与物质享受，不择手段，极尽奢华，并助纣为虐。后武王灭纣，亦被斩杀。此后麒麟至，贪狼星成了。欲望之神，滋长欲望物质。为什么贪狼呢？那时候天神好像是太白星君啊，把他召唤到那个星一个某个星球的时候，让他去当那里面的一个神哦。他想逃出来，他不让那个妲己逃，他就放很多狼在那边围着他，所以变成贪狼星，这传说、哦。那为什么这个纣王会被这个贪狼星的妲己所魅惑呢？是因为纣王是之前在一个庙里面看到了这个九天玄女这个神像啊，好漂亮，就心里就想些淫邪之事，这神明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想些淫邪之事，他说我要把这个带回家当老婆，就跟手下讲，手下就劝他说、啊、不要这样，不行啊，那是神明啊，他纣王就不顾啊，不开心，所以硬要把他带回去，把这个神像带回去。脑子里那些想法都被九天玄女知道了，所以九天玄女也不开心，
就派了手下妲己来灭这个国家。好，故事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所以贪狼长欲望的物质哈，简介：贪狼有两种明显明的属性，外五行为甲木，代表开始啊、大树啊、寿命长啊、桃花。所以贪狼星的人按理说是寿命长的，但是我认为这是参考，因为你运程上那个身体冲来冲去，从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也不能说哪一颗星要比较长寿，这不一定哦。那贪狼这个物质，其实人类原本它欲望所在。他如果没有欲望，他就没有动力。因为我在论命的时候，有时候有些人是我不想买房，我也没想要很忙，我觉得人生这样就好了，我天天在家做事这样就好了，我没有那些欲望的，缺乏什么，像缺乏贪狼一样，这种欲望没有欲望，他没有办法去做事啊。这不一定发生在鸡月同梁格或是杀破狼格，这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好，内五行为癸水，是北斗第一星，木性代表传命寿命哦，啊对不起，文化啦，传宗的文化，木性代表，这个我写错字哦，子啊代表文字书，古代表智慧，因为古代哦，它是用木头来当竹简，用树皮，后来发现用乙木会比较好。所以，其实真正去代表文化的星曜哈，是天机，所以才要说天机在财帛哦，适合做文化业或设计等等之类的。啊，对哈，设计哈，所以不是贪狼啊，贪狼去做设计比较少。天机星哦，天机星在财帛的时候可以做设计，可以做企划，因为它是乙木嘛，乙木是一个草冠啊，树丛啊，它做纸比较好啊，所以才有说做文化业、设计业、企划业都可以。好，财星教化之始，水性代表桃花，主财主桃花，好，欲望人缘心思，贪狼化气为桃花外，又为标准。什么叫标准？因为一般哦，我们十天干哦，甲乙丙等到癸哦，贪狼的这个甲木为开始，它开始一个标准，就像西方都会用那个一个吃了一个苹果，然后亚当跟夏娃的故事有没有？你偷吃了禁果开始。可是没贪狼的欲望，人类是不会繁衍，不会传宗接代的，所以贪狼代表一切的开始，欲望。好，假设全世界只剩下一个男生跟女生，一个在美国，一个在台湾，这两个人迟早会相遇，会把子孙繁衍下去，这就代表贪狼了。所以他就贪狼是代表欲望的，被大家讲的就是他好色，哎，其实也不能这样讲。好，这一颗星最具研究价值，它可以作福也可以作祸，是极富哲理的特性，可生可灭，一生一灭就是人生的写照。以癸水的隐喻来说，就是甲这个贪狼，它带有癸水的意思哦。所以早年的这个贪狼，它木性还没长出来的时候，它欲望比较多，所以会有以癸水来论，隐喻比较多哦。好，它却是创造生命的源头。接着又有甲木代表起心动念为教化之始，是同盟启发时期，甲木易主淳朴之思想，原始根本之思潮，所以原材料、初级教育、生命生长等意皆可概括。由天干之末癸再至天干之始甲，可比创造另一季起之周期，是人与人生最贴切的写照。人无希望，怎会有求生意志？愈大愈小，愈正愈邪，总是需要存在。没有欲望就没有人，也没有人生。就一直说，假设大家都是空无的思想，都做和尚，比如就你当和尚吧，啊你也当和尚好了。我们都去出家，我们没有欲望了，那这地球就不用转了，没有人传宗接代了，没有那个性欲啊，没有欲望了，啊、哦。所以贪狼是一种动心哦。
心动身也动，人就在欲望的驱使下晃荡，损失与创造，作福与作祸，不禁让我们想到福祸不易的真理，以及破坏与建设的关系。所以适度的欲望是好的，当欲望过头了就搞桃花，那就很麻烦了，所以它就有祸事啊。对，贪狼是一切欲望之神，那凡物欲、色欲、私欲、求知欲、求生欲、祈福欲等皆属之。我大多看到的贪狼是求知欲很强，喜欢学这，喜欢学那个，倒不是欲望那种性欲望很强哦。贪狼为何让人感觉不是一颗吉星呢？因为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一般好的东西很难让人觉察得到，坏的倒是很凸显。例如一样的欲，求知欲埋头苦言，没人知晓，但淫欲一现，别人会忽略你求知欲，而把你归类在淫邪之类，所以传来传去就变成说贪狼好色哦。贪狼在宿命中定宿，则为放荡，也属为妄放荡啊，自有错。好，爱为风流之事哦，这是癸水的性质。论财属偏财，所以刚偏财星有谈到贪狼啊，破军呢、啊，哦，七煞有偏财意思啊，好、哦，啊，武曲禄也是偏财啊、哦，又号神仙术，也是赌博星，但是贪狼一般会被论。他在那个福德宫的时候，喝酒比较多。哦，前两天，哎，昨天在台南的时候，问到一个，给我看一个盘，这先生，那个贪狼化禄，喝酒，啊，喝酒，喝酒，喝身体喝坏了，是这样子。哎，酒精中毒，酒精中毒哦。但奇妙，他命盘是这样。所以贪狼的人爱喝酒，给他化禄。贪狼不一定爱喝酒，没有，他是化禄。那个人命座紫微七煞加右臂，哦，这就难解了，化科，嘿嘿，难命哦，难命哦，这难解了。福德宫贪狼，对不起。他不会在这边。福德宫空宫哦，对宫贪狼化禄。好，福德宫空宫不是天梁，没有天梁哈、哦。对宫贪狼禄，喝酒，爱喝酒，到底会不会进女色？这有右臂科哎，福德化禄。一个科解千愁，不近女色。他说他不好女色，这方面蛮小心的。科会这样子哦，你们家右臂就有问题。我说这个女生贵人蛮多，但是都很清白，没干嘛，喝酒喝坏身体，是这样子。也现在身体已经蛮差了，非常蛮差的哦，非常非常差。就在想说啊，什么时候会怎样，会怎么样？好。奇妙，斗数很奇妙啊！这科比较大、啊，比右臂强啊！这科就可以解这种事情啊，情欲之事就没有了、啊。好，所以贪狼我们以喝酒为主，廉贞才是赌为主。好，贪狼喝酒，形体哦，形体这个都看看就好。反正女命的贪狼，我觉得还蛮显眼的。以放在台湾现代文化来说哦，这现在都。2000后了哦，还女生那个贪狼作命的，很容易打扮那大耳环、艳丽。以前时代不一定，以前时代不一定这样子。哦，但是倾向是妖艳、美艳的。性情，哦，我曾经论过一个大学生，对大学生，他贪狼好像有化禄，求知欲很强，就戴那大耳环。可是他色没有，一定人不色，没有这事情。不一定，好学，他也喜欢运动，想要当运动教练，我就是鼓励他去做。所以很多贪狼星他好动啊，精力旺盛啊，你不能说他精力旺盛，你往男女之事去啊，他当运动员大有人在。好，来性情哦，不拘小节，不耐异变，不耐静，哦，冲动性的感情，字错了，冲动性的感情，随性爱啊，对，
他不对感情就是不是考虑考虑再三考虑再三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他可能会冲动冲动去的。但事实上、哦、如果以男命来说，他贪狼作命，他夫妻宫天赋，他一定要找有气质的、啊、那女命贪狼，他的夫妻宫天赋，他找的格一定也是蛮高的蛮好的，不会太差的、啊、不会太差的，他容易找到好的对象。体贴异性，好赌自私，这不一定哦，自私不一定。好吃喝，酒色财气，具赤子之心，论喜好不分是非，好神仙术。这是讲的比较差的部分哦。我看酒色财气真的是不一定，这比例蛮低的哦。好，不拘小节，好放浪形骸啊、哦。浪荡形骸，生活多彩多姿，喜吃喝，爱过夜生活，善交际应酬。对，善交际应酬。如果你的父母宫是贪狼，那善交际应酬；如果你的兄弟宫是贪狼，你可能有个哥哥或弟弟，善交际应酬；或者是妈妈，善交际应酬。能言善道，做事明快，不畏辛苦，敢赚敢花。好、哦。善体仁义，又会驾驭人；喜歌艺，也善歌艺，又好神仙之学。演艺人员喜欢算命，贪狼之性是很明显的。有一位演艺人员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前几年哈、哦、自己治疗，他自己生，他跟一个女性的艺人纠缠了很久。你大家知道我在讲谁哈、哦？很久以前吗？有一阵子，男生很会模仿。男生嗯，男生，我知道了。跟那个穿旗袍的那一位，扯了很久，好、啊哦。中间有什么懒的那个？哎，好像是、哦、后面那个字啊，对。哎，所以就不要讲出来。他就是贪狼作命的，贪狼作命这样子。哎，比较老的。所以你知道贪狼作命，他其实是善社交，有点年纪了。他人生大起大落，大家就以前在研究他命盘，就是。大起大落过好多次，后来觉得人生受不了了，就自己哎结束了，因为感情的关系结束了。好像那时候五十多岁吧，好像记得是五十多岁。这个私下再告诉我。对，五十多岁啊，又有故事了，对。我有这个故事。好，所以从就陷进感情里面，这样。好。感情不定复杂，有不爱之病，为人随和，特别关怀异性，有以入水相者，水性阳花。亥子，亥子两个宫位，这两个宫位，亥跟子两个宫位比较容易会有这种现象。男会朝三暮想， 女性会比较水性阳花的现象。但是 我不敢保证一定是这样，这不绝对，他只是说有这个运床，不代表会有这样的作为。好，不然会被网友骂。老师，我没有啊，不是冒出来。我想说很多东西都要辨识，我后来验证就是都要大翻盘，都要大改写。但是还是其实有他没讲而已。我觉得我的功力色不色，我还是看得出来的。其实，我是对，我觉得我还是看得出来，那个气息我还是看得出来的。高分，我看是吗？对啊。你是吗？哎、欸，你是害，你是在害哈、哦。我在害啊。其实你很色，对不对？你老实说。哈哈哈哈哈。化忌啊，这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在这种场合不好说。不好说，私底下是啊。啊，对，私底下是。化忌会影响。会收敛，就是没有桃花。但是我相信他不代表没有欲望，他不会收到连欲望都空了，要加地空才比较可能。好、哦，没有。没有这样的事情，对，他只是没有桃花，不代表没欲望。没桃花跟没欲望是不一样的哦。好，若化忌哦，生年忌时好赌，对异性无法控制，尽多空想，性急而无法成事啊。有没有？你贪狼忌吗？忌啊。你贪狼忌，所以说你有对异性无法控制，尽多空想吗？这句话我不太懂就是幻想啊，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，对。然后但是太急了，然后没有诚实，对吧？有齁，那好像你真的是连灯贪狼齁，太急了，要讲清楚说明白这样子。好，话题就变这样。
那我的经验是化忌贪狼之性反被收敛，叫桃花渡过之时，是的确是真的。问过几个贪狼忌人，我真的问他们桃花，一副都不像有桃花的样子，还打坐禅坐，在家里弄弄禅坐桌这样子。没有。如果你要搞东搞西的人，也没必要这样弄啊。家里空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嘿，都是那些佛的东西，那么很奇怪吗？好，好武术啊。靠武术啊，好，博学不精，才艺尽通，但不精啊。地空星入遇不同属性之主星为，这个金空则明，火空则发，水空则犯，木空则朽，土空则崩。我这里有没有讲过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没讲过。好，这可能写了就要解释一下哦。真的都没有，都没有。好，紫薇金木水火土属什么？属土。土啊，紫薇逆去天机星，隔一太阳五曲成，连接天同空二位，连真居处方自真。好，过来，天府顺行有太阴，贪狼而后巨门里，谁来天象？天良记，七煞空山是破军。好，把这十四主星的所有的特性就写过去哈。阳木阴木我们都不管，这阴跟阳我们不管，我们只写属性。天机属木，太阳属火，五曲属金，天同属水，连贞属火，天府属土，太阴属水，贪狼属水或木好了哈，以木为主，巨门属水，天象属水，天梁属土，七煞属金，破军属水。好，就这些。这地空星呢，平常叫损财。在命的三方叫损财哦，地空地劫损财。好，但是地空很好哦，命三方就是你的财帛宫、你的官禄宫、你的命宫哦，三方就是命财官，地空地劫。会损财，会损财，所以常常我在回答客人，你什么时候损的？为什么损？我要告诉他说，地空地劫怎么在你生命中产生作用的？你开始在什么时候漏财的？你要怎么解决这问题？对，为什么叫敏？金属要空的才会敲一下，才会嗡嗡嗡嗡，才会好嘛。所以古人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，他是一个好事。好，金空会敏。嗯。好，水空呢？犯。我写红色的才是代表比较好的，但是我不能说水这个一定好哦。天同水加空，未必是一定好事哦。它一半，但是这两个火跟金一定好。要走到那一年，然后刚好有走到那一年，就是那个格子是天同加天地空，地空。那如果你是刚好三方啊，这边有天同，啊这边有地空，好了，三合，那力道其实真的不强，力道真的不强。我不能说那样会作用，你要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力道才强。你看你命的组合有没有这样子啊？那这个水我不一定说好，我还是要参考其他的公式。那连真这个火加空好不好？连真火加空好不好？火空中乐透有吗？谁谁会吗？哎，这有可能哦，因为他偏财嘛。对啊。哦，这发啊。这节目不是在叫人家鼓励人家买乐透，我没有这样说，我没这么说。我说这个是有一定几率，如果你问我，我说嗯，这有可能没有错。但是真的要中乐透是连真路
乐透，乐透，武曲路，廉贞路，贪狼路，霍君路，对到都没有。一二三四，那七煞不会四化？那如果是朽空的话，是不是就变成那一年就很惨，就不好了？你建构的一些事情就会崩坏的现象，不一定是好事了。有木空啊？木空啊？好可怜。那你就把它当作就是地空啊，有地空在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是地空。木空三就是官路是怎样？那你有可能重新开始啊，你又换个行业啊，你搞不好哪一天你是，哎，就是要到38岁。好，天府的空也是崩啊，这个太阴的空是地空旁边要有一颗主星搭才能对。那你讲到主星对不对？对啊。那复星可不可以？复星也可以搭。可以搭吗？可以吧。我发现很多人说论说的很烂透了，可是我真的问到有复星的，这复星在那边哦。火君属火嘛，灵星属火嘛，陀螺属金嘛，金星属金嘛，好不好？加地方也会，办法。都好嘞，都好，好哦，好哦。我看到是好的，都发。我有劫空就好了。啊，又加地劫在旁边了。因为我说劫空，劫空会啊，那个劫空哦，我不敢讲，劫空是断掉，那个空我不敢讲，劫空也是断掉。但天空可以，天空可以，但以地空为主，天空也有这个作用。那如果旁边主星、副星都没有，只有地空一颗，那你看对空是什么？天同、天梁、地劫。那没有啊，因为天同是水嘛，水不一定一半一半，还好。天同是水，所以。这太阴呢？所以犯是什么意思？说不一定会好，真的。哎，四川这次大灾，好不好？也不好啊。所以算好还是不好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我通常以没有好来论，但金空、火空一定好。哎，一定好。明年就刚走这个。但我也不能说它不好哦，我也不会说它不好，不见得。好，我觉得至少不一定有灾，我就以一般地空来论，就空掉，空掉。好，所以七煞的空也好，是七十几年下，啤酒，其他没有，所以以红色为主，七煞。我觉得天啤酒的好都是天的，是啊。这个还好，还可以。但是求的是一半一半。但是问过那个紫微斗数老前辈，还好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土空一定不好。好，这种水空的，一半一半。好，没关系。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再有其他的方法，其他方法看看有没有比较好。好的地方，好，来，这个贪狼哈，它跟其他十字主星比较相反。我们有一些吉星嘛，文昌、文曲，贪狼喜不喜欢？喜欢。不好，因为文昌、文曲是礼乐。那贪狼比较有一点欲望了，被这文昌文曲，古时候的文昌文曲哦，用歌舞伎在那个宴会上跳跳跳跳跳着跳着，客人就把歌舞伎，哎，拉走，哎拉走了，哎拉走干嘛？你知道，文昌文曲好礼乐，所以这个它是用时辰来排的，
又时时变换的意思，所以有喜新厌旧意思，所以才会有那种欲望存在，喜新厌旧。所以他并不喜欢文昌跟文曲，可是实际上我们论命的时候发现，哎，你这小孩贪狼加文昌文曲，你把他去学国乐好了，要不要？或是武术那种东西，都不好，蛮好的啊。其实也不见得不好啊。书上讲文昌文曲不好啊，那可是在台湾这个环境，我觉得其实还可以，还不错的。他可以学三一命卜相这些武术的东西，学很多的才艺啊。好，但是有一个一定会有的事情，贪狼喜欢火星吗？不喜欢。灵星喜欢。哎，这煞星没人喜欢，结果他很喜欢。所以你哪一年走到火贪或是灵贪的时候，太棒，这是属实的一次大爆发。看过一些案例，一发一两年发两亿，三十出头。走道是什么？这不是天生下来命格的固定吗？他某一宫，他如果奴仆宫，好吧，奴仆宫好了。你有流年，流年走到那个宫位的话，贪狼今年就是这样。加火星，哎，那个是奴仆宫，跟你没关系。可是你大限的财帛走到的时候，哇，爽到是你。那如果官禄走到也会？啊，不会啊，官禄走到也会啊，三合都有啊。啊，你命坐在直接坐火贪会啊。啊，有个问题，那命宫是火贪狼加火星，会不会发一辈子吗？我们只能问说，这个命坐贪狼加火星的人。前几天我真的有遇到这样的人，哎，他不是做生意的，要保留隐私，不能说谁。可是他的确是扎扎实实的火摊，我讲什么他都懂一些，我讲秘密他懂一些，我讲鸟瞰资讯他都听过，什么都听过。哎，这摊长没有错啊，是会这样干的，什么都懂一些，都来一手。发过没有？还没有。几岁？三十多了。一样要运程走到，要大运走到。你流年走到略高一点，限制于你当时的工作。是要看你流年的命宫在那一宫位吗？还是说他的财帛做到？命宫做到可以，财帛做到更好。就流年的财帛。嗯，命宫做到好，火贪。所以他也要等运，他不是说一辈子发，这种发哦都是顺然顺命。可是你大运做到这十年，那你可能可以开心十年了，那是好事。经过好几个案例啊，有人发大，有人发小啊，说发两亿那真的是大条的，有人发一百万、两百万，他就我就是那一年，哇，好开心。然后呢，没有了，这边没有。一样发，一样是发，发大发小。在十年就有。好。不会啊，我的摊长在，我在。在116岁。110。象印人，代表教师、巫师、鸡童哦。这要论一些比较特殊的命的时候，你才会论到这种东西。就是他平常没有去找鸡童的什么之类的，你就不会论到啊。你是哪一天去找鸡童啊？或者是你哪个月去找鸡童啊？好，你可能去找鸡童什么的，好，会有舞女啊、酒女啊、演艺人员啊，刚刚提到演艺人员嘛，艺术界或是军警界，军警界偏少，玄学研究武术比较多。好，如果他的福德宫贪狼偏虎作命的人，他可能会有研究武术的兴趣。好，在事方面，主教化或赌博、饮酒作乐、美容。我会认为饮酒作乐比较多，赌博其次，遇到都喝酒多。啊，廉贞才是赌博。啊，在地主酒家、夜总会、水池、坟地、古塔、气功的接骨馆哦，武术馆、庙宇、KTV、色情行业、证券公司、大树。因为贪狼有甲木的意思，
有大数意思。在物指原子、指建材、棺材、非药用植物、木材厂、艺品、乐器、酒、棋子、木制家具。在身体主性器官，好，在吉合宫为桃花病或妇女有不洁之病，好，肝胆以肝为主哦，肾脏脚的毛病，哦，我这边注记是需要看四化现象才能论病，并非所有贪狼做吉合宫皆有此病，这不一定，但是的确看到性器官有问题的有，子宫有问题的有，好，或者是性病的有，只贪的哈，只贪的有性病哈。喜忌，贪狼属甲木，大树加火星，好，木加火则会发哈。这贪狼化忌叫赌输，这是我注记的。所以你要赌赢要化禄，你化忌会赌输，不能赌，不要赌，哎，不要赌会输。我那连贞化忌的，我说都输，连贞化禄我说会赢，基本上都是这样子，很奇妙。好。喜会火星为火贪格，会灵星为小火，好，灵星本来是有吵吵闹闹的意思，灵星在田宅宫会吵，你住家旁边有吵，或是你家很吵，有人在吵架的意思，可是他跟灵贪就是贪狼在一起就变灵贪格啊，他都会有发，火贪比较发，其次为灵贪哦，有冲动哦，爆发力强，主名利，但利大于名，它是钱的意思哦。同时机运也突然来临哦，喜会劫空，反而能喜正，地空也会，好，利女命，好，会劫空之后利女命，劫空是能去贪狼之弊而归于正路，地空也可以哦。一说地空也有此功能，这是我写的哦。喜化禄主长寿，持禄人缘，化禄化权都主横发之财哦。常有吃喝应酬享宴福之事，化禄是别人请你，化权你也请别人，这方面参考即可了。你要看跟交友宫之间的四化才能论定。好，化权同时主桃花旺，异性缘厚。我觉得化禄比那个化权的桃花更强，见到是这样子哦。忌入水相亥子，好，亥跟子是水的地方，为犯水桃花。这个子哈，这一宫比亥更严重哦。忌讳羊驼，就是贪狼家擎羊陀螺，见一个爱一个哈，见两个爱一双，登徒子之流，这不一定哦。我也没见过贪狼家擎羊的，一定会这样子啊？你会这样吗？人家陀螺啊，不会吗？不会，没有。我见过很多贪狼家擎羊，不一定会这样子哦。好，忌化忌就。就贪狼的欲望被约束而空想，空想其事，有福不知想，偏想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忌文昌，文昌主孔子哦，口才好，读书；文曲主孟子哦，口才好，好辩才艺哦。而贪狼家文昌文曲会有口才好的现象，爱吹嘘，脚踏云端哦，不踏实地哦，不踏实地的现象不好。忌羊驼或化忌破喜破相，好，就是这个贪狼加擎羊陀螺加化忌的时候，就贪狼化忌的时候会破相，这可以参考。有些人真的会应了这件事情。再加天行会有刑罚，因色犯刑，所以只要天行与擎羊化忌之一哈，造主刑讼。如果你贪狼加擎羊会有刑讼，贪狼加天行会有刑讼，那贪狼化忌加擎羊或天行。更会有刑讼，它加上去的。好，贪狼加廉贞阴色入狱，但是要流年引动哦，这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才会。廉贞有囚禁的意思，擎羊也是刑囚，阴色犯刑。贪狼加擎羊会陀螺或忌都这样哈，忌会主约束坎坷，羊刃是代表刀啊，陀螺是骨折啊，这是我注解的意思，陀螺有骨折的意思啊。所以流年有冲到的时候，在迁移宫有冲到，有加上陀螺，那你骨折啊，会这样子啊，就是车祸骨折。武曲加羊刃则是阴财犯刑哦，这不同的意思。女命忌讳羊驼、天姚、红鸾、咸池，主感情风波。刚有提到天姚、咸池比较强，红鸾不一定，
好、哦，排名最后，忌讳破军主桃花，会破军贪狼跟破军、哦、其实不会交汇在一起，它一定在三方，好、哦，所以古书上面其实还是有错误的地方哦。好，男命迷花恋酒，女命身装守卫，三合剑左辅右臂，天魁天月。刚刚提到就是要另一半男命贪狼加右臂哦，那真的就会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。好，身装守卫的意思就是今天是这个人，明天是这个人，他是长期接待客人哦，不分客人熟客啊或生客啊。好，所以这是有点三教九流意思哦。好，优点多才多艺，灵敏机巧，善于交际，学习力强，足智多谋，野心十足，生活多才多姿，常得异性之助力，理解分析能力强，多才多艺，社交缘外缘佳哈。缺点贪多物的，不喜深入，任性倔强，倔强是重点，他真的会蛮倔强。缺少恒心，喜新厌旧，多学少精，贪欢享受，欲望强，善恶难定，贪得无厌，好高骛远，奸诈阴险。不会奸诈阴险，他必须要加了很多的煞星，才会有奸诈阴险的现象。加什么煞星？擎羊啊，火星灵火擎羊陀螺啊等等之类的啊，都有。这天晴你吗？是那个别人的命运。有这样吗？还有没有？武曲贪狼擎羊天晴。哦，他比较高怪。会不会比较神经？武曲贪狼吗？女命、啊，女命哦，加天行哦，还有可能，有可能会是星象，神经质。你在看他福德，就感觉这个人真的蛮神经质。你看他福德宫是什么？他是做午贪嘛？午贪，午贪的女命其实有时候她心很大，她个性也蛮固执的，早年都这样子，哎，还蛮倔的。好，那101页哦，是贪狼星的十二宫组合哦。所以黑色部分哦，你看啊、哦，子午连可以跟这个贪狼变成双星，那其他的地方就变单宫，贪狼单宫。好，我一宫，等一下一宫宫来看哦，先看它的那个绝对排盘方式哦，复习一下。101的贪狼的逆两宫已经是天府，所以贪狼坐命的夫妻宫已经是天府，其实对女命来说是好的。如果女命是贪狼，她找的另一半其实是很保守的，按部就班做事情的天府哦，她可能做小老板啊，的确有另一半同学是这样子、啊、那可是如果男命你找另一半是天府，那你要找漂亮的、啊、所以你有可能定下来，如果你家的那些天姚在夫妻宫或是右臂在夫妻宫，一样你有可能会找别人，找配偶以外的人。好，贪狼的逆一宫一定是太阴，所以贪狼坐命的人兄弟宫一定是太阴，所以你妈妈其实是很顾家的，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洁癖啊，因为太阴有洁癖意思哦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太阴化禄、化权、化科、化忌的时候，我不能说你妈妈一定有洁癖。但是你妈妈是一个好妈妈，会照顾家里面，太阴就坐在兄弟宫，那个妈妈哈。好，这可以用来辨识这个人命盘是否正确。好，贪狼的顺应宫一定是巨门，所以贪狼坐命的人父母宫一定是巨门，代表他的爸爸哦，可能比较会说，你说不过他。好，那这种生是非的事，不一定是爸爸的专利。论命的时候我发现那这个爸爸是巨门，他不见得生是非，可是你如果命作天象，兄弟宫就是妈妈是巨门，他容易可能生是非，好，七嘴八舌的会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你的爸爸可能是好讲话好辩的，好，说不过他哦。好，贪狼的顺两宫一定是天象，所以贪狼周边的人福德宫是天象，所以很奇妙的是贪狼有红灯绿酒之意，他会经历人世间的这些七情六欲等等，可是他福德宫却是天象，这天象是一个很静态的心啊，保守心是安静的啊，所以他有可能会自己在家修行，
或是自己一个人独处，喜欢安静的地方的现象。好，贪狼的顺三宫一定是天梁，对，贪狼作命的人，田宅宫一二三一定天梁，所以这代表天梁在田宅宫，有可能你家附近会有一些公家机关或是大树。那天梁是一个印星，所以你在家里面的一些事情都难事都可以被化解，它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如果你天梁有化权化禄啊，好、哦、化科这三种，它没有化忌，那你家附近有公家机关的现象更加明显，就会有上述这些情况啊。一般同学就是天梁化权在天宅宫，所以他是有房子啊，房子蛮大的，有家产，来家里附近还真的是公家机关哦，不是在这国税局等等之类的。好，天梁是有那种教书的意思啊，所以今天好像论不谁的命啊，做天相和父母宫天梁，哎，爸爸真的是教书老师，这样好。贪狼的顺四宫一定是七煞，所以贪狼周边的人官禄宫一定是七煞，官禄宫七煞啊，所以贪狼是倔的，不怕事的，敢冲敢拼的，哦，主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哦。可是我也见过贪狼的人去做公务员的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你说坐得住吗？还是有很低比例，很低比例。好，贪狼的逆四宫一定是破军，所以贪狼周边的人财帛宫一定是破军。所以这个人会容易花钱，很容易花钱，容易破耗。不管你是什么组合啊，你是五贪组合、连贪组合、子贪组合，反正你是单座或是双星，你都很容易会有花钱的现象。破耗，一生一定会破一次啊！啊，给人钱找零都忘记拿回来，会有这种情况。好。排班方式哦，这种连摊的人哦，个性都蛮倔，有点牛脾气，连摊。第一种，103亿哦，连摊。那到底连摊桃花不桃花？这连贞是次桃花，贪狼是大桃花，就是说排名第一是贪狼，排名第二是连贞。可是我真的看很多连贞贪狼的，没有搞桃花现象。我倒是以前早期就遇过连贞加贪狼就是流氓刺青大学这样子，然后那种人我就说你这桃花很强，当然加上四化的关系桃花很强，老婆在旁边好好懂意思，不要说啊这样子，嘿，他就有可能好。可是一般我看还好，真的还好，他只是性格倔了一点。那谁很喜欢娶这个连贞贪狼的老婆呢？啊，天象作命，天象作命的人，那天象在这一宫啊，天象在这一宫就是没有，他就会娶连贞贪狼的老婆，就这个人哦，就夫妻宫是连贞贪狼，老婆不倔不爱，老婆不漂亮不爱，老婆好追不要，越倔越好，越有个性越好，倔哦，有个性哦。然后社交能力外援很好哦，就爱能征服这样子的女人。还有另一种作命的人也很爱，也非常爱哦，紫薇加破军的，他的夫妻宫或是空宫，可是对宫也一样是连贞贪狼哦，超爱，最爱这种哦。所以天象在丑宫跟天象在未宫的就爱这种啊，子破也会在丑宫或未宫，他们一定相对了。子破的对宫一定是天象，就破军的对宫一定是天象，就爱这种。哦，论过很多，那餐厅做那个时间不多的情况下，一看只会破军。如果小姐，我问一下，你是不是很爱开玩笑？他说对。你是不是很犯贱？他说对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也喜欢倔的另一半？他说对。男命女命都是这样子，他们就会笑出来。没个性不要，好追不要，百依百顺不要，就会这样。很，然后说自己蛮犯贱的样子，我怎么那么贱？我说不要这样讲自己了。但是很多紫微破军都会这么说，有点犯贱，有点犯贱，啊、哦，就难搞的才爱，就爱到又受不了，
好，下一种哦，贪狼在子或五宫哦，这对宫一定是紫微，这种格其实还蛮高的，出外有贵气。贪狼在五宫的，有另一班的那个学生哦，以前做保险，哇、哦，他是意气风发的，在外就像皇帝的贵气一样，很多人要听他的。在子午宫会有这种现象，好、哦，你看三方也是杀破狼，一定要杀破狼，好、哦，这种子午宫的格很高。那因为他是在五宫，所以没有桃花，我不知道。在子宫的我现在我忘记我们遇到过了，我忘记了到底有没有多桃花，不知道。可是我实际上我看到在亥子这两宫的桃花不一定真的很多了。好，午贪作命在丑未宫。再特别注记一下，午贪不发少年财。哎，可是有没有发过？有，很会不会很容易败？会。你遇过吗？因为你上次有讲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配合。我们真的见过了，很容易败。我恩师也是午贪。在丑宫，早年二十几岁就当老板做生意，请说。为什么一定要在丑位？其他宫、啊、他只会在丑位跟同宫戊戌跟贪狼，这是一个绝对的排盘关系。以后看多了就是，哎、欸，发现午贪就只会在这丑位宫，也只会在两。他们也比较固执，因为在丑位宫务实也固执，心很大，男命心很大，女命心也很大。那、哦、如果在事业宫呢？啊，在官禄宫吗？那他如果在官禄宫，那这个人是廉贞破军。对。好，一定廉贞破军，他是官禄宫。那廉贞破军的人，会不会很容易就会冲冲看破耗，事业做很大？也会。他的财帛一定是紫微七煞，他就很容易搞大事业。我今天才论了一位那个公务人员啊。他公务人员。就是朝九晚。廉贞破军中公务人员啊，对啊，有点奇怪，这要去验证一下，因为我一直在怀疑那个之前被开三枪那位，可能是廉贞破军，或是廉贞七煞，没在怕的，因为很多廉贞破军，我在路上就论的时候，哎、欸，你这是有点早年有混江湖吗？有，但我不能说每一个，也有女生廉贞破军的，早年就先创业，我说你为什么大学毕业就敢创业？我就想要做做看，自己试一下。七煞廉贞也是有点像流氓的。廉贞七煞对，但是台湾流氓不多，我们是文化的国家。今天我才论一位在国外的，我不要说国家啊，在哪个国家？反正在东南亚的某个国家。廉贞七煞，我见到的哦，廉贞七煞之人真的很多是创业，真的不怕事，女命。我们今天不是讲廉贞星或其他星的女命哦，有另一班学生是真的是当军人，可是他是官禄宫有化权，武曲权，那显象武曲就会以军警论之，而且当到顶，对，士官长退伍。那也有见过其他廉贞七煞的女命，说你这投错工作了吧？他在当医院的护士，我说护理长吧，应该这样子。没有呢，没有呢，我没有护理长。我说你是不是讲话太直得罪人啊？哈哈，对了对了，我是恰达波，连登七煞，也有在餐厅遇过。是不是？我就是恰达波。三方都很容易会有，比如说武曲贪狼跟连登。不一定，排盘方式只有六种，上下对调颠倒有十二种，所以你会很容易见到有武曲贪狼的。武曲贪狼的基本上你六个里面就会看到一种，这种有武曲贪狼，但未必在哪一宫。还有杀破狼，就是也容易吗？每个都有杀破狼，你命盘里面也有杀破狼，而且一定在三方，对不对？好，只是双星组合不一样，所以我列出的这种哦，你看严格说起来就只有六种，就是这一页跟下一页，只有六种啊，只是上下对调变十二种。我每次都列这个啊，宫位完全都一样，只是命宫位置不同而已，就这样子。好，你会发现其实是规则。好，所以午贪不宜发少年财，对不对？会
心太大，不知保守。除非我帮他加一个东西。哦，不会了，没事。他发，你就发吧。但是他比较保守，按部就班。三年科，一个科会让他保守一辈子。那会发吗？也不会。他会选谨慎的走，他也会想发，谨慎的发吧。或者官禄，他官禄一定要紫微加七煞，我紫微也可以化科啊。没事，不怕，没事。好，财帛是廉贞跟破军，这科可以影响你一辈子，好事。啊，这一种例外。好，再来下一页哦。104页，贪狼在隐身宫。我刚刚提到，这廉贞贪狼是在四马地，这四块哈、哦、边边的都比较爱跑，爱跑，做业务的人很多。哎，所以他是做业务。好、哦、，OK， 我开始怀疑你是廉贞贪狼哈、哦。好，做业务爱跑，你喜欢跑吗？喜欢。你喜欢在家吗？没有，他做理专就有人在跑，理专会跑啊。那你会觉得跑很累，你不想？我有一天喜欢就是朝九晚五就好了，办公室。就常常会做到这个，常常就想啊，那好，做这个好，可以想到这个。哎，你是廉贞贪狼的特性哎，有点这样子哎，想东想西的，这么想哈。好，好，贪狼在这两宫的隐身宫的，他一样会跑，他对宫就变成廉贞。你看哦，廉贪会在这里同宫。那这个你想哦，他们要拆开的话，一定到这边另一个角落去了，隔三格，切一半，隔三格。好，这种连摊的人性格也巨，一样做业务非常适合，因为在四马地，你要么就是做运动员，你要么就是做业务会比较好。好，子摊的刚刚有介绍过，这种欲望很多，尤其哦也很容易做偏门的，蛮多的。子摊欲望很多，但我发现男命比较容易做偏门的，女命不一定。但我见过一个很标准、很典型的创业，然后一直想要扩张公司，把它扩大的，做美容的、美容事业的，也飞国外等等之类的，子摊。所以子摊做美的事物很好，非常好。刚刚讲那个廉贞七煞的，会在这一宫，会在这一宫，他财帛宫一定是紫微贪狼。哎，搞音乐可不可以？跟美的事物有关系，可以。贪狼就武术嘛，礼乐啊那些东西可以。好、哦，作词作曲。好，子贪会在卯宫或酉宫。古书会有一个名词啊，紫薇在卯酉宫为脱俗真人。哎，为什么脱俗真人呢？那我如果天府作命，我福德宫紫薇贪狼的脱俗真人吗？会有出世之思想，会有可能。那个其实，这个就是经历凡尘俗世之后，后来就想要出家为真。哎，这种出家为真，会变大真人，会有等级的子贪哦，出家会这样。好，最后一种，贪狼在辰戌宫的，你看对宫是不娶，那就会性格像午贪的人的类似，切一半。见过做业务也做得很好的，但未必那么喜欢跑。但是如果他的天马是在官禄，你看哦，那个贪狼在成功的时候，他天马如果在这一宫的时候，官禄有天马一样会跑。他如果贪狼在这一宫，他的官禄在这边有天马，他一样跑，当业务也是合适。这两种都可以当业务，做四马地或者天马在三方都可以当业务。好、哦，这个人格也很大，野心不小，但相对比较保守一点，毕竟不是真的武曲贪狼。请说。还是只是贪狼就是当业务？哎，可是有些贪狼没有，不一定喜欢当业务，他当运动员或教练。运动教练不错。那在哪里的贪狼会比较适合当业务？武贪自己卖东西，自己创业很多。子贪谈生意的也很多，当老板的，这当老板的跟老板有业务性质，他们比较想倾向自己干的、欸、
子贪自己干呢，午贪自己看呢，自己看，自己干，自己干，他不想要在人家底下。这个业务可以，这个业务可以，这个业务也很好。这种单做的贪婪当业务都没问题，是哎，在别人底下干可以。可是五相就有午贪的，你说还他也是算午贪吗？你说五相吗？不取天相，五贪呐，五贪。在看他格高或低，他的心要强或低，看他身运，他的心要如果五曲强，就生于六月啊，土啊，生五曲。生月哦。对，所以他就自己干。如果心要弱，他可能会在别人家干。那怎么看？生月在？你那个是五贪嘛？所以看他几月生，农历。1月10号，所以午贪里面，他的那个午曲不强哦，他午曲不强，他是贪狼性比较强，但嘛午曲心强的自己干比较多，比较多，午贪主大。那有在哪一些月的话，就是算午曲比较多？六月很强，七八九月也是很强，午曲就很强。如果贪狼性比较强的，因为它比较会不稳定，贪狼有不稳定的现象，所以在别人底下干会比较可能。可武曲是一个很稳定的心，自己当老板自己干现象比较强。可是你为什么武曲又可以当军人的话，那他为什么又要喜欢自己出来干？如果是因为他偏贪，如果武贪的人他做军人真的比较少，可是廉贞七煞可能会比较多一点。你还是要看的，要凭经验。像子弹人去做军人，我就觉得很少了。他欲望这么多，因为这个人之前就是做军人，所以就觉得，武曲当中有武曲的格的感觉。有，但是最后他还是跑掉了。对啊，做不久，几年而已嘛。早年不知道做什么，就进去了。哎，去当兵了，可是当不久，没有办法最后。以上。那其他后面的那个资料就让大家参考了。好，今天课程到这边，有问题的再问我啦。